来庆祝我们亲爱的莉莉亚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莉莉不带我，带我去认识国标舞，莉莉也带我参加松江教会的合唱团，所以我真的认识非常多的好朋友。谢谢莉莉 ，Thank you。
丽丽啊，这个女人六十一枝花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都很高兴，我们的丽丽心情有没有转变？人没变老，可是有转变，因为信耶稣的关系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是我假的妈妈的生日。人生其实才开始，所以你还没有出生。菱花丽人淡若丽，方寸瑞德似逢源。韶光流转香如故，人间岁月不知年。一张一朵美丽茉莉花，悠悠楚芬芳，芳园之内，瑞彩为底，水源为床，孕育出高雅气质，卓越风姿。我们东方 ladies 呢，要为你献唱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可是呢，那朵茉莉花有一句是要讲，是将你采下来放在自己家。不但祝福你，还祝福你的全家。谢谢。祝福你的先生事业发达，身体健康。祝福你的两位公子，都能够有，已经有很美满的婚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很好的事业，然后能够孝敬父母，好好的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幸福模范的家庭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美丽的妈咪越来越美丽，虽然已经美丽到破表。希望上帝赐福我们家，然后永远的幸福美满。很高兴妈妈今天生日的回去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没有对妈妈很好，但是我觉得，虽然心理上还是很爱妈妈，就是平常没跟她撒娇什么，亲一下，今天就是。再赶快搂一下，亲一下。今天这个场面非常感人啊，真的是六十年了，可以跟我太太在一起啊，哇，这样希望他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日，是啊，最重要的是大家今天能够来，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高兴，都是好朋友，教会的朋友，丽丽她自己本身就是多年好友。然后还有我们一些 Toastmasters 的朋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非常真的感谢各位真的亲自领命，我们来大家一起同乐，谢谢各位。
一生情。